对。好，小乖，赶快用，用哪一个？哇！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？红色的在哪里？红色的。哦，哪一个是红色？哎，对。然后它的脚呢？它的脚在哪里？好，换颜色，来转转转转别的。哦。小乖要转什么颜色？哇，他穿那个呼呼，呵呵，要穿一个蓝色的裤子，啊，怎么变白色的衣服啊？小乖小心要转到头了哦，差一点点又转到你的关头了。忍者电影，冷掉。他会喊。哦，等下这去有恁拆掉。哎，这样做的。做的啊。这样成本最省。哦，这都有容易哦。小乖，你在做什么啊？转这么快？